原标题史上最牛的太后，掌政38年，让邻国都向他称臣。改将一大臣后，尹风波在中国历史上的后妃数不胜数。然而通关下来，只有他不但建功立业，彪炳史册，而且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真正享有了完整的人生。她就是萧绰。萧绰是大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的三女儿，自幼聪慧美丽，而且成熟得很早，16岁被辽景宗耶律贤选为贵妃，公元969年被册封为皇后。由于景宗体弱多病，时常无法上朝，他便代夫临朝，处理国事，国家大事多由他裁决。那时的他还不到18岁，在萧绰的努力下，辽国的事务被处理得井然有序。耶律贤对皇后萧绰的才干也已经非常了解，他将妻子的地位升到与自己等同的程度。他对大臣说，在书写皇后言论时也俯称朕或语，这可作为一条法令，这说明他给了萧绰可代行皇帝职权的权利。公元672年，19岁的萧绰的在治理国家的同时，为耶律贤生下了长子耶律隆绪，辽景宗后继有人，对萧绰更是宠爱无比。景宗对萧绰的几乎可以算是专宠，在他们14年的夫妻生活里，萧绰不但几乎全权掌握了景宗朝的军政大事，而且还一共为景宗生下了4子3女，共计7个孩子。公元982年，辽景宗驾崩，萧绰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，即辽圣宗，萧绰被尊为摄理太后。当时萧绰30岁，圣宗才12岁。在大臣耶律协整和韩德让等人的辅佐，太后和圣宗的地位才巩固下来。第2年6月，辽圣宗率群臣给萧绰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。萧绰以承天皇太后的身份总摄军国大政，就此开始了辽代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后摄政时期。萧绰的治人善任，重用汉官，拜汉人韩德让为大丞相，位于诸亲王之上，以智略宏远的耶律休哥和有经国才的耶律协整主军，多创战绩，故被誉为明达治党，善于左右。在军事上，他屡对宋用兵，以契丹诸经为基地，东将女真，西攻党项、回鹘，北攻铁犁，南攻床，扩展了辽国的统治地区。公元986年，宋太宗认为辽圣宗年幼而母后摄政，大举北伐，以期收复石庆堂县云16州。正月，宋军兵分三路，东路攻幽州，中路攻魏州，西路攻云中。西路军中有宋朝名将杨业，萧绰命耶律休哥守幽州，耶律协整抵御中路及西路宋军，他自己亲率辽圣宗驻扎陀罗口居中策应。这一仗宋军大败，在撤退途中，辽军俘宋江仰首，后者不降，绝食而死。自幽云大捷后，萧绰的更进一步经略军事，在实力雄厚之后，他开始主动的向宋朝挑战，常之多次亲自披挂上阵，跃马疆场，在所有的战事中，他几乎都能取得胜利，成为威名远扬的一员女将。辽国的声势也在他的一次次旗开得胜中扶摇直上，党项、女真等周边部族都纷纷向辽国称臣纳贡。1004年，萧绰乘宋真宗多次丧事，畏惧怯战之机，再度亲征，挥军南下千里，直取澶州、今河南濮阳城北，因遭宋军反击受挫。萧绰的利用宋真宗急于求和的心态，与宋朝谈判，达成澶渊之盟，平安撤回。宋朝此后每年需向辽朝缴纳白银10万两，帛20万匹。从此契丹与宋百余年无较大冲突。在萧绰的亲信重臣里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，他就是汉族官员韩德让。韩德让比萧绰大13岁，据传他本来自幼与萧绰的定有婚约，只是由于敬宗即位为帝，萧绰的奉命入宫，
姻缘才中途终止。辽景宗死后，萧绰看中韩德让的政治与军事才能，于是决定改嫁给韩德让，这在当时契丹族的风俗中是允许的。他私下对韩德让说，我曾经许嫁与你，愿携就好，当国王是你的儿子。公元988年农历九月的一天，萧绰一反从前在皇宫中宴请皇亲重臣的惯例，在韩德让的帐室中大宴群臣，并且对众人厚加赏赐。面对这样一场以韩德让和萧绰为主人的大宴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，这就是萧太后改嫁韩德让的喜宴。从此以后，汉官韩德让就是大辽国的太上皇帝了。不久，韩德让成为辽国权力最大的人物，官拜大丞相，加封齐王。自从萧绰正式表示下嫁韩德让之后，对于韩德让的继父身份，辽圣宗耶律隆绪不但毫无反感，而且还对韩德让非常的尊敬，享受昭女孝顺、丈夫恩爱的萧绰，在1009年农历11月将皇权交还给了耶律隆绪，决定从此结束他40余年的摄政生涯，去南京今北京安享晚年。不幸的是，在南行的途中，萧绰染上了疾病，当年12月初至于行宫，终年56岁，葬于乾陵。萧绰生前曾经侍奉景宗14年，景宗死后又辅佐儿子圣宗27年。他在位时不仅采取了使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系列汉化措施，还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战争问题。作为契丹的一位有作为的女统治者，她对契丹的兴盛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